很好，知道怎么领药吗？不晓得，我们可能要麻烦你们这边哦。我们领药现在有红绿灯，绿灯就是可以领药看号码。哎，那坐轮椅，我们到那个敬老柜台那边领药比较方便，好不好？谢谢您哦。你的号码马上就到了，那、啊、我们再等一下，我们这边我们药师会帮你服务。好，今天您开立的药品有两个药是吃感冒的哦，哈。那最前面这个降血压的药开一个月30天，早上饭后使用哦。谢谢。这样清楚吗？有，非常清楚。谢谢。好，妈妈回去要记得吃药。看着病人或家属可以方便、快速又正确的领药之后回家休息，这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。因为陈启华主任努力推动新系统，让单双号叫号、大排长龙、长时间等待领药的景象，在台中慈济医院成为历史。取代的是明显灯号、精准的等候时间与清楚的领药柜台，这是陈启华主任研发新系统的精神。今天回来领药啊，那、啊、你的身体最近怎么样？很好，谢谢你关心。哦，对啊，哦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加油，祝福你啊！谢谢，感恩你哦。哎，今天药费的份吗？哦，都备得差不多了，等一下那个药品好了以后，就会请传送人员送到那个护理站去。明天你要跟我去家访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个病人的药跟记录啊，有都有先帮他准备好了。好了，下面下来，放不过我今天，咱们就可以别辛苦了。将来我就是吃饭钱的了。哎，对，吃饭钱的药。这我拿着呢。这个他这些药就是这一次的用药。村哦，我来做那五百斤，做五百斤啊！你那些家里头村里头农民啊，啊，这么多家庭关系了哦，这老的家家不搞。有关系哦，对，好，啊，这个呢？这是概念。